这张图是他10岁的时候，因为那段时间成绩不是太好，老师也经常说他上课爱画画这回事儿。可能是我们在家里边经常说不让他在课堂上画画，这张画后来他才拿出来的，就是昨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他拿出来，两边嘛，因为他是画的两面，然后能连成一张画。